等待春风，安踏阮心声，等待仙仔留底的歌声，等待落叶飘过阮的门前，等待月落未出现的人。心本来就起起落落，若在地球就不免受苦，等待一个袂准算的未来，才知花蕊是开在咱心内。你哪会家己出来找头路啊？拢无甲我讲。啊，李叔毋是才甲你加薪水加一百嘛？我毋是敢想要加薪水尔。阿、丽，我伫个心里呐，我的手艺甲人家对我的侮辱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我是想讲哦，我毋免阁做助理啊，会当成师傅啊。嗯，我拢有在看。我知影哦，你一个人就咱规头老尾拢用好啊，而且阁足侪人客哦，拢指名爱你甲因设计头毛。我相信你是绝对有做师傅的功夫啊。所以顶礼拜哦，我就甲蔡文杰讲啊，请伊先我做师傅。啊，结果诶，干那加我薪水，无讲着师傅诶代志，就明显啦。那安尼，你安怎想？我是想讲哦，生理那毋是足大件诶，蔡文姐可能负担袂起啦。我无想要为难伊啊，所以就出来看卖，看是毋是有美容院伫咧找师傅啊。无用诶啊！你无用离开生理呐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也无欢喜。哦，啊，我是要趁钱照顾规家伙的人呢，那我可能为你无欢喜着。我袂让你受委屈啦，我会甲李叔讲，让你做师傅啊。哎，安尼话做我无欢喜啊呢。我希望伊是我做师傅，是我的手艺，唔是我甲什么人斗阵。那安尼，你有找到无？几落斤啊？我搁咧考虑。我知影，
就算我叫你莫阁考虑哦，你嘛袂听我的啊，对无？重点是，生理那即嘛无需要两位师傅啊，啊做助理的钱哦，嘛无够安尼好好饲鸡呢。好啊，你即嘛想代志，拢家己决定啊。你拢想着你家己尔，你敢有想过咱两个是要安怎？啥物安怎啦？啊，你做你的工，我上我的班啊。再讲，咱遐斗阵无偌久。到即摆，你拢感觉咱两个无共心。好啊，那安尼，你要安怎就安怎啊，你家己决定就好啊。看休假哦，多谢好的，谢谢哦。多谢。哇，吃胖。我拢是叫你上爱食的卤味，你食较济哦。嗯。早起店内底规工拢无人，我想阿玲甲阿咪应该出去了吧。嗯。啊，你敢有听阿咪讲最近伊两人发展安怎？我真讨厌的，我打工这么无用，我哪有时间给伊问啦？好啦。但是讲到你的小弟吼，我就感觉好笑。伊安尼常常无爱讲话，也不是咱人甲伊斗相共吼，伊毋知要约阿咪约到民国几年呢？一个是我的小弟，一个是你的爱豆。因两个人若是真正有结果，咱嘛算是功德一件啊。嗯哼。但是迄天我甲阿咪甲心碎的时阵，伊看起来无特别欢喜呢。伊毋是讲阿咪的技术真好，嗯，生意做师傅啊。阿娘毋是毋知啊，咱敢若是一间细细的头毛店，哪有法度请两个师傅啦？哎呦，你何必一个人无闲甲袂开卡？有阿明甲你斗三工，至少比较比较行开嘛。嗯。要买物件，还是陪我出门，嘛较有时间啊。搁再讲啊，阿明的能力真好，人家搁这样喜欢，你若无先做师傅，无甲紧留下，万一若走去，一堆人家跟伊走，损失搁较大呢。你讲的嘛真对呢。重点是今麦两个人做伙哦，阿咪若走去，对两个人未来唔好吧？好啦，趁少食。你食较济哈？嗯嗯，有哦。哦，你嘛食？嗯。哦好。即马想代志，拢家己决定啊！你拢想着你家己尔，你敢有想过咱两个是要安怎？
你若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我支持你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一直拢只有家己的想法，嘛只有财钱做代志够困难。我无应该为着我家己去阻挡你的未来。啊，搁有，我之前遐尼生气是因为我足烦恼的，你若无伫个。咱两个见面的机会都变少啊！哦，那安尼，你起码就会烦恼啊。当然嘛会烦恼啊，搁足紧张的。啊，不过我对咱两个人有信心。你即马敢阁有在生气？其实我嘛无想要离开家。哎呦，你讲了无唔对啦！我做啥物代志哦，我敢若想着家己，拢无考虑到你的感受。一个人哦，就安尼走去找头路啊。咱两个人哦，若是爱继续走落去。什么代志，咱好好参详，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愿意继续留在新丽娜打拼。你是为着我才留来？因为蔡文姐对我足好呀、啊，而且我家薪水，家的人哦，嘛拢足好呀、啊。为着我就是知影，你是为着我留来。我就是知影，阿明，陶经理，什么代志？这个给你。这是恭喜你，对今麦开始，你就是这的师傅啊。我，你不是跟我讲？是啦，其实你的手艺已经有资格做一个师傅。我想照顾的，我希望你当好好留落来，伫这发挥。多谢蔡文姐啊，多谢你。之前我有讲过，我请袂起两个师傅。即摆你做师傅了后，我无法度阁请一个助理，以后的生活会愈来愈辛苦。我希望你会当体谅。我唔惊辛苦啦，头家娘遐尔照顾我，我一定好好打拼，让生意愈来愈好。我就知影我做这个决定吼，有好无歹啦。多谢蔡文姐啊！红阁大班呢，多谢哦。我想讲哦，爱看重家己的工课，特别去做这条。头家娘，你若是有介意哦，嘛去做一条给你哦。好啊，水水水。哎，啊，这阁会当放热啊，椰巴对无？吓，足方便的哦。真好看嘞，多谢。Thank you.
人客愈来愈多，我是忝到吼，手拢要举袂起。啊，人客多哦，就是生意好啊。恁若是忝哦，会当先去休困啦，阵下我来收。恁唔较早讲的，哦，那安尼好，我是来去洗身躯啊哦，足忝的啦。收工了阿妹。妈呢？你哪有时间？我爱等你才走啦，先回来陪你到阵走。你即摆新师傅较辛苦啊吼，啥物代志拢爱家己做，连下班的时间拢比人较晚。啊！你连锁想我做师傅哦，嘛毋是予我来享受的啊。进前就讲好啊，做你的代志哦，我嘛爱做啦。嗯，安尼敢袂伤忝？忝嘛是爱关系啊。为你哦，我嘛是会开店做头家，以后做头家哦，啥物代志拢爱家己处理，起码这当作是训练。开店，你要家己做头家哦？嗯，啊，总是爱为未来打算啊，就当作是一个目标啦。哦，那安尼，你的目标内底，敢有我？哦，你想要做头毛是？好啊，我会当收你做耳塞啊。我是认真的。我嘛唔知影是毋是爱有你啊，我嘛无确定你伫倒位。当然是伫你身躯边啊，我哪有可能放你一个人？才拄好啦，知影阮水某嘴刀，我就买这芦荟汁转来给你啉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有影赞的啦，够拿喉，够够皮肤啊，上适合你啊。你是来要创啥啦？哦，来买这给你啉啊。另外，搁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是啥物好消息啦？我顶摆不是跟你讲，讲为着你哦，还佮有咱查某囝的未来啊。我在考虑哦，要把酒家收起来。张毅跟人签约啊，酒家卖掉啊啦。讲敢若有影嘞？我什么时阵给你骗过？这届保证的啦，无我叫美英来跟你讲。别麻烦伊啦。是讲你把酒家收起来。以后是要靠啥吃穿啊？你看我这无的呢，我即马在做房地产，土地开发，你有听过无？土地开发，嘿，足粗的本钱呢？啊，你钱要为倒位来啦？啥物人讲一定要本钱粗啦？我人面宽，信用阁好，大家拢嘛小姐要来甲我合股。你在你安怎讲啦？为你施教，卖母遐有诶无诶，爱我替你收买就好啊。你哦，都是无相信我了。我有一天赚大钱哦，你爱来甲我回死咧。好，我甲一个彰化诶地主约好啊，我先来去啊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小等哦，有人会摕物件来寄去，你替我招呼一下。啥物物件？
他们这是地公馆吗？是啊。来来，帮我夹，帮我夹。你要创啥？人讲放伫遮。是啥物物件？人讲酒家物件爱放伫遮啦。搬出去，搬出去，免放遮啦。搬出去啦。阿水哩。朱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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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老表有人无？无。好，水安。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你安怎无？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，你来无？水安，阿婆。是安怎啦？有去看医生无？有啊，已经予医生看过啊啦。拢是恁阿爸，拢是伊啦。好啦好啦，阿母，你先休困。来啦，我甲素云哦，去下就予你洗身躯吼。对啊，阿爸讲吼，酒家已经收起来啊，物件无所在通好放，就搬转来放伫门下口啊。实在是够歹看呢，顶管阁有酒家的名呢。所以啊，我才会去甲破病啊。啊，医生安怎讲啊？啊，着加休困，心情放轻松，较早困。就安尼。啊，你爱提醒伊啊。不过阿母最近怪怪的呢。像这边头壳的形，搁徛袂知，已经几落遍啊。伊敢有讲倒位无爽快？伊是无讲倒位无爽快啦，不过伊最近的情绪吼，反起反倒的，足奇怪呢。有时阵搁足怒的哦，搁有时阵哦，像囡仔同款，足妖怪的。好啦，我先去放烧水啦。不是甲你讲，爱带阿母去大病院啊？为什么无要去啦？唔免省这条钱好无？赶紧带伊去吼！好。歹势歹势吼！啊，恁阿母哦，人伫咧艰苦，我看你做工课哦，嘛袂安心。啊，厝内底哦，有小妹咧照顾啦，只是哦，无阿多做主。所以一直打电话来，歹势吼。哦吼，啊你敢毋免转去甲看卖啊？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啊。讲实在啦，啊你阵嘛技术已经遮尔啊好啊，会用个转去开店啦，啊用个趁钱，嘛用个顾厝内啊。我是讲真个啦，阵嘛美容院哦，拢嘛是安尼，头前做店面，后壁做徛家啊，就参像新丽娜同款啦。你哦会用个转去试看卖啊？喂，新丽娜你好，你爸爸讲啦，好，你要找你阿姊哦，好，稍等一下哈，阿明啊，恁家人找你啦，啥？你先吃。喂，啥？好，我先回去好。啊，是安怎啊？蔡文姐啊，我阿母昏倒啊，我刚会当心。啊好，你先回去，先回去哈，多谢。我先来去啊。阿咪阿咪阿咪，来，这钱你先塞。没呀，蔡文姬。先放伊身躯顶啦。多谢。谢伊哦，谢伊嘿。豆豆啊，啉啦哈。对啦，啊你药啊哦，照时间吃。医生的话哦，爱听，真紧哦。你就是一尾活龙啊！一尾活龙是你讲查甫人诶，亲像阿姊即款诶，都爱叫伊青春美丽、永远水当当啦，哈！凊彩恁阿讲啊，我听嘛想要休困啊，恁先出去啦。好啦，
安尼我卖插你啊。阿咪啊，你拄则毋是讲有代志要讨论，来外口。好，来去啊，好好休困哈。阿咪啊，你甲恁阿爸有啥物代志要讨论？我哪拢毋知。阿母啊，你莫烦恼啦，好好休困哈。啥？你这细汉就要开店做生意哦？白英姐，阿爸反对。阿爸，你不是常常讲我已经是大人啊？这规间厝拢靠我呢。你我的查某囝，自细汉我看你大汉的，你的个性我无了解。做代志一开始你就足冲的足拼的，啊做到一半，伊就无兴趣啊，了后就大路啊囥互伊烂啦，安尼敢妥当？啊，无你即卖是咧讲你家己哦？哈？啊！人阿咪有想法，佮有才调啦，迄技术咯是学了佮紧佮好，而且我感觉哦，你比恁老爸哦，佮较有生理头脑。你伫讲这话啥物意思啊？啥物意思？我是讲哦，阿咪有志气啦，伊有法度家己做头家的啦。好，阿咪，你开店，阿姨甲你支持啦。多谢阿姨呢。若是讲着做生理哦，阿姨应该比阿爸佮较熟吼。那你哦，谢阿姨都在给我照顾啊，多谢。唔免说多谢啦，啊，到时阵哦，你若是要开店哦，看是迄花篮，啊是哦，迄顶头迄彩球有无？阿姨哦，绝对给你办到正道的嘞。遐就无需要啊啦，即马上重要的是我开店需要钱。阿姨，阿是阿爸，会当借我一块钱无？啥物啊，拄好啦！阿爸的钱哦，拢摕去土地开花啦。早都甲你讲过啊，莫甲所有的钱都绑伫啥物土地开花啦。即马好啊，查某囝需要用钱，你这老爸一分钱都摕袂出来。我哪会知影阿咪这尼啊有想法？无你遐敢有？有一空碗糕啦，我的钱拢了伫个酒家啦。啊，你这老爸哦，真正足无路用的呢。迄查某囝是要哪甲你挖苦？我也不是开银行啊！你这款的若是开银行哦，早就倒摊啦。阿咪啊，阿爸对你较歹势啦。啊，我哦有情有义啊，都是无钱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恁阿姨哦来去问看卖，看啥物人遐会当周转一下。啊，唔通甲咱讲啊，啊，唔就紧来去。好啊。阿明，我来去哦，有消息了，马上跟你讲。好。我不是只要挂水而已，这哦是我头一次领到师傅薪水的纪念哦。大姐，你真正爱把金盘链卖掉哦？阿爸阿母讲的话哦，听听就好啦。若是真正要计较，什么代志拢唔免做啊！所以呢，我决定靠我家己开店。非得位以前到今嘛，你想要做的代志，嘛无人有法度甲你做动啊。这卖条金破链的钱，还佮有阿妹借我的钱，是会当冻一段时间啦。啊，店内底的器材哦，我会当问头家娘，敢有迄款人用过，会当小小卖我。听起来袂歹啊！好佳哉，是厝内底开店，免厝税嘞。遮个刀啊、椅啊，拢会用用。哇，有一个人头家兼师傅兼助理，拍拼就对啊！大姐，你袂记哩？你遐个有棍啊？
对啊，虽然我甲李姊无法度出钱，啊，毋过阮会用斗三工啊。我会当洗头、洗面巾，我会用斗扫涂骹，啊，搁有整理物件，也搁有啦。人客洗头之前毋是拢爱抓铃，我嘛会晓诶。抓铃，我比你搁较厉害呢，绝对会互人客足爽快。太难啦！跟你斗三工啦，好不好？我会用家己。来，你也是有啥物代志爱甲我讲知无？莫甲我客气。多谢蔡文姐啊。你一个人爱细意啦吼。好啦。啊，你一个人敢会用你啦？会用你啦。我可以叫你出来斗三工啦。唔免啦，唔免。阿明啊，你个洞爱绑啦。哦。好好，打开大门哦。阿母，你看，我穿着这个镜呢，就好诶，唔免开钱啊。这个镜哦，是恁阿爸为酒家搬转来啦。啊，你看，这顶头阁有酒家的名，哎呦，下死下贱，袂用的用啦。那有要紧啊？即卖唔是当省就省。万一人想讲咱阁要开酒家是要安怎？袂用的啦，不尊敬。阿母啊！咱嘛是问起来哦，搞洗清楚唔就好啊。啊，袂用的啦，啊是足见笑的啦。买新的好无啦？啊无，我出钱买新的嘛。钱咧？只爱你，靠掉！哎呦，真可怜哦，才出去无几工。爱人那煞跟的人走啦，我的代志要你插。安怎？袂堪人讲的吼？我也是烦恼阿弥呢。本来想讲吼，我都较大方的，甲你让予伊啦。想袂到，你像你无情无义。我的好心吼，颠倒去害着伊。到底是在讲啥？啊，人一个做大姐的。趁钱饲鸡都已经真无简单啦！啊，即马因妈妈破病，伊要转去开店来照顾因妈妈。哎，这是一个偌尔啊有担当、偌尔啊得人疼的查某囡仔哈，无亲像一挂人啦，干那想着家己啦，
啊，哪拢是无时间做伙，哪拢无时间约会，干那想着家己啦，好歹无钱，想去歹插人，真正是。好佳哉吼，当初无甲你做伙，啊那无好，即马要哭无目屎人就是我呢。阿官啊！哎呦，阿好嫂啊！哦，来来来，等下底下。哦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是讲你后日爬啦，唔是要去食喜酒？啊，你这头毛唔免整理起了？有啦，啊，我就按算讲吼，要去后厦底下找你咧。哎呀，免走这么远啦！啊，东好嫂的大查甫囝阿明，你嘛有熟悉啊？伊即马伫咧厝内开美容院啦，啊，手艺老好咧。你这头早就去找伊整理啦。阿姨，今晚跟你开店嘛？是啊，啊，赶快弄厝边，一点生意较少的啦。导师啊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阿咪啊，电头门店特别开播啊，啊，你都要去找伊呢，看是要洗头，啊，是要夹头章。哦，我顾头戴，怎啊随便创啥？吼，啊，你今晚这头门这么歹，人客去让你惊着呢，你敢弄袂歹势？哎呦！哎呦，丁姐啊！嘿啊，关姨！哎呦，真久无看啊！啊，是讲，啊，你这头毛是偌久无整理啊，拢无型啊呢？哦，免紧张，免烦恼。阿咪哦，有开美容院啦，你去找伊交关百名妥当的啦。啊，唔过我最近做无用。哎，是好朋友才报互你知哦。阿咪开这个美容院哦，就是要好大家拢整个水水啦。咱最省力的人哦，这个打扮嘛真重要呢。来讲，你去找阿咪啊。叫伊甲你设计一个较新的，啊，搁较流行的头毛型，人客若看到，我目睭拢会惊死死。我讲的生理要强强滚哦。哎，阿妹啊，你怎啊变啦？我叫你下来变色度啊！哎呦，无啦，啊，给头洗洗咧，啊，叫阿妹啊，洗洗。哎，阿哥，叫叫叫。是恁朋友啊？是啊，无啦，就是迄新丽娜头家娘的小姐啦。你哪会来啊？无啊，我转去的时阵，拄好李嫂甲我讲，叫我过来看卖，看有啥通斗啥共。我就来啊，啊，恁阿母叫我斗做些，我就做。大人大正啊，讲这话也袂清袂楚。我做了，先走。我送你啦。啥物时阵转来啊？我拄位南投转来啊，啊李嫂就甲我讲。我毋是超过伊无要甲你讲哦，是因为真正无法度搁等啊。莫生气。无啊，我无伫个即几天，你一个人着甲所有个代志拢用好啊，实在是真熬啊。哦？即嘛是咧搞恶心，搞恶心，恶恶恶，小一个啦。你朋友啊？请来做工的啦！做工的，找阿母是，阿母哦，母。真正足清气的呢，完全看袂出来，遮正正有字啊。是啊，大姐，你朋友真正有够厉害的呢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两个去后边看，伊两个细汉的身躯洗好袂，莫让因生水哦。身家恁感冒，你去你。哦。我问你，迄人到底是啥？我就甲你讲啊，是新丽娜头家娘的小姐，伊在后壁做油茶，大家拢嘛熟悉。
熟识，我才不会相信。那敢那是熟识的人，到时要害你爸嫁，搁专工在那家斗三工，哼，一定贵。哇母啊！啊，就讲过啊，是头家娘叫伊来问我是有啥物需要，是你家己叫人做代志呢，不是家婆啊。人是说袂歹啦，也毋过一点仔咧数了无，哪有人来甲人斗一声阿姆都袂晓叫，无礼貌。伊有叫啦。哪有？哎，阿母，你起来遮。创啥啦？当然，听好。迄个时阵啊，伊就是安尼，安尼。啊，你讲啥？大人大正啊，连一句话讲得袂清袂楚。阿母，我来去啊。有无？有无？是毋是安尼嘞？瞧。大人大正啊，讲话阁讲袂清楚。我赶快做煞，我先来走。安尼较对啦，是安尼啦。又叫啦，无啦，又叫啦，无啦，有啦。会得咯，你莫人甲你高高低啊，你著讲讲对人做啦，有听到无？这样得了哈，来，你搁小坐坐嘞哈，我来去看人客了哈。你看麦，有满意不？小雅，拄则外口有一个查甫徛乌龙牌摕来予咱的啊，伊讲今日咱辛苦的，所以提些予咱啊。啊，恁大姐嘞？唔知，唔知。
什么通感慨，嘛无什么够无奈，一切的安排有好有歹，拢是为着较好的后一届。若无小小的失败，哪有大大的未来？星星的期待。什么汤